这是我在空军服役时的配枪，拿着防身用。这个就更不需要了，你赶紧揣好。唐任，我们回来啊！陈队长跟你这是生死之交啊！对，我们是战友。那我真得把你全心全眼带回来，要不然这不把我吃了。霞光路。 小姐，您要的莲子蛋茶。Thank you。哎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这家店可都开了60年了，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，所以才特地带你过来的。上海也有，上海也有，上海也有，上海有我吗？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一个秘密啊？你的秘密？你能有什么秘密啊？你的秘密我都知道。嗯，这个秘密你可能还真不知道。那你说吧。 我跟你哥恋爱了，啊？不是，你们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嗯，有一段时间了。我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嘛？我们俩是自由恋爱，江雪，你也要自由恋爱。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。 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瞧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看啊，你是生病了，病得还不轻呢。我恰好还真就知道治你这病的药方，三个字：聂云开。 老七，菜准备好了？回老爷。
都起来啊！二位久等了。我们家是老家庭，规矩多。来，坐，请坐。好，太好了。嗯，这规矩好。一看韩老板，就是义薄云天之人。哎哎哎，各路神谁都不得罪，要不人家在香港叱咤风云呢。没错。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哎，地主之谊。二位请。上海菜，不知合不合二位的口味啊？合合。我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，什么菜都吃得惯。是，合口味就好。嗯，有什么事说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想先跟韩老板道个歉，毕竟我杀了您的人。这把叉子是您的手下留给我的，如今我把它物归原主。飞机上的事我听说了，我的手下被别人收买去做杀手，竟然还失了手，太给我丢脸了。死人碰过的东西我绝对不怕。听说你的战斗大英雄可有不少女孩追他呢，你要再不主动出击，他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胡说什么呀，我才不这样呢。你不承认就算了，那你肯定也不想知道他今天在哪儿了，对吧？他在哪儿？不是不想知道吗？那你告诉我呗。他现在在我家呢，我爹约了他今天商量事情。那，你带我去你家吧。我家？嗯，现在？嗯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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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在我们家老爷子谈正事儿的时候去打扰他，他会变得很可怕的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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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行。嗯。那。十万甜品，二十万甜品，五十万甜品，谁还差你这点甜品啊？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的话，哼，我说不定可以考虑一下。什么要求？我什么要求都答应你。下次我跟你哥约会的时候，你要帮我打掩护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一言为定。嗯。我们走。Waiter, check. 大的胆子你！我没找你，你蹬鼻子上脸，竟然自己上门了。你以为我这是城隍庙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我说两句啊。爹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怎么了？赶紧回去。爹，您这是请客人还是打靶呀？我这不正请人吃饭呢，这谈正经事儿呢，别胡闹。我没胡闹啊。爹，云开哥哥可是战斗英雄，您这几把枪
可吓唬不着人家。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。爹，你不会伤害他的吧？不会伤害他。答应我。好。走吧，江雪。没事儿的，我爹都答应我了。梅豆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太可爱了。我也以为有了护身符。借您的海运公司运我们华航的油，我开双倍的价钱。哼，出双倍的价钱，好大的一笔钱呐！这点蝇头小利就能抵得了你以前给我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吗？那韩老板想怎样？难道真的要把我杀了吗？解路。借路不是不可以。嗯，你们华航给我出让30%的股份，还得折价。韩老板，您的胃口也太大了吧？有件事情您必须得清楚，您跟港英的关系我们很了解，但是您得明白，这次两航断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心知肚明，说白了，洋人是在利用，再怎么说咱们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中国人做生意，那才是长远之计。是樊耀初派你来当说客的？没错，樊老板很大度，他说了，只要您愿意，华航5%，30%的股份，否则免谈。樊老板。你也知道，佟宝善现在已经被革职了，也就是说，在两行你不再有别的朋友了。这么优厚的条件，我觉得您还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的，真的。哎，我在上海啊也住过些年头啊，但是你就到上海本地去，随便找哪个大酒楼，你花多少钱也吃不到韩总这样。你买不到，云开，你跟韩老板谈生意，你还嫩点儿。你知道韩老板何许人也？韩老板，你说我冒昧啊？当年韩老板呢，年轻的时候，比你还小，只身闯荡上海滩，所向披靡。天定之年，全身而退。进退自如啊！不过韩老板，我们今天来呢，他刚才那是跟您瞎开玩笑，不是跟您来谈条件、谈生意。
我们其实是来给您帮忙的。能帮我什么忙？老徐啊，倒酒。是。江雪，我们走吧。我看到云开哥哥安全出来，我不走。都跟你说了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下车，快下车，跟我来。嚯，这怎么来一车人呢？你看，郑主任，你们俩没事吧？他喊退职没为难你们吧？哎，我爹才不会为难他呢。没有没有，事儿都办完了，挺顺利的。真的？可不是，今天啊，多亏了郑主任，劳苦功高。他的功劳，他的功劳。哎呀，哎，今天让大家担心了啊！晚上我做东，咱酒吧。走啊，我们去吧。我们俩也要去。你去吧，请的就是你，走吧，走，举杯方休，来，上车，小点声，各位。在郑斌的联络和斡旋之下，两行的燃油问题顺利解决，整件事情仿佛千钧落地，又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聂云开金华火腿，知道你好这一口，拿回去做烟多鲜，给你老母亲解解馋。来，看见兄弟，来坐坐坐。来香港几个月了，你这是头一回到我这儿来吧？哎呀，樊老弟，这次航油的事儿能解决的这么快，全靠你。你们好不容易搞到的油，还要原价给我一半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！你说我怎么能不登门道谢呢？精诚团结，航空救国嘛。再说两行在危难之际，理当一体同心。说话老是这么文绉绉的，听得我耳根子发痒。总之，我不能欠你的人情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火腿管够啊！哎，吃完饭再走啊！我下车了。嘿，
佟总，想见我没必要这么麻烦。姓聂的，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吗？你不找我，我还正想找你呢。你也太狠了！你明知道我被华航革了职，可你还落井下石，把我在汇丰银行所有的账户全部冻结。你这是要赶尽杀绝！既然你赶尽杀绝，那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。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先把枪放下。我跟你说过，咱俩之间的事儿用不着枪，只用得着算盘。啊，你不就是要退路吗？退路我给你想好了。你们都退下。你不请我坐？哎呀，别担心，佟老板，冻结你的银行账户不是我的目的，我就是想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。至于你的退路，我已经为你铺好了。你去九龙火车站去找103号保险柜，里边有你整套的银行资产解冻手续。我给你个建议，带着你的钱还有你的家人赶快远走高飞，别再回香港了。这是钥匙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很简单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坐在总经纪师这个位子上扳倒你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但是咱俩之间并没有私仇。我既然能给你留条后路，我为什么要结你这个仇人呢？你说呢？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。感谢倒不用，毕竟你已经得到了你应有的惩罚，不是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咱俩说不定将来还有合作的机会呢。但愿吧。好，后会有期，到此。
哎呀，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讨厌我呢？没，不能聊两句啊？聊聊聊。哎，这个燃油的事情，公司上上下下对你那是刮目相看，你现在又成大英雄了。谁是大英雄啊？啊，这回你是居功至伟，我不敢跟你抢总统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我真没想到韩退之的事儿你都能办得这么漂亮，真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想问问你。 他那宅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啊？这是个秘密。哎，说句老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跟共产党的关系这么好。又瞎开玩笑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共产党这事儿不能瞎说，有人命的。哎，就这样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家宴。你听我说，你们家我就不去了，尴尬的。哎哎哎哎。 听我的，我都跟西岩说了，西岩的面做的那是一绝呀、啊，我请你吃，好吧？不行，听我的。哦，明白了，你不想贿赂我，你有把柄在我手里。<笑>你说对了，六点钟我等你啊。好嘞，给你个机会。<笑> 都是末流演员，别演了。贺禅，不是说什么呢？这奶壶开提奶壶，这……哎，你自便啊，等一会儿啊。哎，你看看这。 礼尚往来，嗨，这是西岩给我买的。哎，现在国外非常时兴亚麻的料子，哦，舶来品。哎，你在国内呢见不到的。我呢正好有个毛病，我穿亚麻过敏，我一穿就起红疹子，送你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啊！哎，别呀，这是人家送给你的，你怎么能送给我？听我的。 好吧，那不合适吧？合适，那怎么合适？我送你的东西，你就这么随便的送给别人，你不怕我不高兴啊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小聂又不是别人。<笑>这个我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来，你穿着不合适再送人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叫送人？哎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屋，来。 啊，怎么样？在香港很少见到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吧？这绝对属于豪宅啊！哪儿那么多豪宅呀？你好好看看啊，
这是三个亭子间让我给打通了。哦，这是你打通了三个。你看，你这儿违建，这儿原来是个墙啊，这是一间屋的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每个屋子都有故事。啊，哟，这什么动物这是？你知道这间屋子？原来住着个瞎眼老太太，专会给人摸骨算命，非常之准。哎，她能跟死人说话。她这辈子赚的钱啊，那数不过来，全都藏这儿了。可是她唯一有一件事情没算准，就是据说啊，她想把所有财宝取出来，远走高飞，踩在一颗珍珠上，吧唧，摔死了。钱呢？钱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个秘密。中间这个屋子最大了啊啊！这间屋子呢？这间大哎。这间屋子呀，原来吊死过一个人。哟，应该就在你站的这个地方。来，进来，这是卧室。瞧我站这地儿。啊？进来。我就不进去了。哎，我这儿没什么避讳的，里外通透。来，这间没什么惊险故事吧？这是幽默，哪儿那么多惊险故事？这间啊，原来是一位帮会的兄弟住在这儿，道士在这儿，让人把手给砍了。哎呦，你这是凶宅呀，你这是。所以说，我到这儿之前啊，没人敢在这儿住，啊。命不硬啊，压不住。我一来，你看，太平，那租金应该便宜吧？那不，气场好着呢。该吃饭了，走。哎哎，你上座。啊，我坐那儿啊。好。哎，别忙活了，哎，这家常便饭。哎，你别介意啊。哎呦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重头戏，哟，还有酒啊！不，我跟你讲讲这个酒啊。我平时啊，滴酒不沾的，啊，那个，这不是平时，今天听我的，喝，真要喝啊？喝，继续喝。那我就舍命陪君子。但这样，我先安排一下工作，我打个电话给小吴。你家有电话吗？那边，喂，小吴啊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明天的中期报表啊，今天无论多晚，哎，也得给我赶出来，好吧？哎，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用。是。喂。喂。哎，我这怎么听不到了呢？喂。喂。喂。听到了吧，小吴？不管今天多晚啊，一定要给我赶出来。好的，那你辛苦。好嘞，再见。好。行了。全把这活儿派给小吴，咱们今天晚上痛快喝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洋河大曲啊啊，得存了有十来年了，啊，一直珍藏着没喝。今天你来开封，受宠若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樊总来我都没给他喝。呵，你闻闻，嗯，香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夕颜，来呀。对，别忙活了，来吧。你们先喝吧，我这还没做完呢。先坐下喝，好不好？先喝两杯。好，来呀。还没喝酒呢，你照面。来。好。哎，好。咱们啊，今天
为咱们仨的缘分，干杯！来，身体健康啊！身体健康，健康。好酒，绝对是好酒，确实好酒。好吧，好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你们两个喝着，我去把面下了。坐一会儿吧。奶奶，哎，半生随波。